宫商角徵羽，琴棋书画唱。今天我们重回宋代，用音乐的方式讨古论今，传世而歌。恰逢教坊司为筹备宋徽宗寿诞天宁节，举办国风音乐节，选拔民间乐师，当朝两大人气乐坊前来一争高下。汗就出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这摇滚确实不好弄。哎呀，你们这个平时疏于练习啊！你看见我们俩是不是似乎有一些像？其实今天我扮演的这叫月尊，东方清仓。我今天扮演的是东方甩卖。啊，朱哥。我是来今天应征的乐师东方糖糖，听着还怪甜的，甜甜的。在千百年后，一个叫雅典的地方会举办一场奥运会。哦，在最后啊，这位东方糖糖姑娘将会在其中有一段二胡表演。您瞧瞧，我看过那个视频，非常精彩。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乐坊要和你们来争夺进宫献艺的机会，他们是京都第一乐坊，呵，名头也很响，叫做楼外楼。各位后悔了吧？叫早了吧？哎呀呀呀呀！什么花满楼，敢跟我们楼外楼来抗衡？大家好，在下楼外楼的看门人，楼外楼的钥匙就由我看管，我叫杨钥匙。杨钥匙，我只是一个看钥匙的，但是我们的坊中确实能人辈出，各位都是金牌乐师。我们还有后手，有请咱们花满楼的真正的后手。花花，节目组的费用都用在你这个披风上了，真够惨的。你看几位哥哥都是拿窗帘线改的呀。我被他的这个后摆震慑到了，确实长。那我得拿出我们楼外楼的看家本领了，有请我们楼外楼的金牌乐师时代少年团。
时代少年团，来按方位站好。这就是我们楼外楼的时代少年团，怎么样？你是体能教练呢？他们的这话说的，我八番你九番，八番你九番，一看就不上网。还有人说我十番了，十番哈，咱们都是番外人员，咱俩。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当然我们楼外楼还有两位声名远扬的金牌乐师哦，还有有请金牌乐师陶喆。不明白不明白，不会想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和这个爱，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在我心中你们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疑你，可是我已不在，我不在。有请我们的金牌乐师张强。像个妖怪啊，好吓人！欢迎陶喆哥和强姐来到我们的王牌乐队，欢迎，谢谢谢谢。陶喆哥的这个前奏还没响的时候，小宋就已经疯了。你看激动，怎么样？之前碰到过没？陶喆哥第一次吗？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碰到陶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你的忠实粉丝。对对对。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想要做的？想握一下陶喆的手。想握一下手。我们应该要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小宋第一脑子里反映出来的陶喆哥的歌会是哪一首？是不是爱给的不够，所以你要怀疑？哇哦！今天我们都是化身为乐师来到这样一次乐方的比拼当中，我们是为了致敬我们的国乐啊！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呢素有礼乐之邦的称号，从流水到离骚到霓裳羽衣曲再到春江花月夜，其实我们的国乐勾勒出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风韵和风貌。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呢致敬国乐，但是能够进宫献艺的名额非常有限。今天我们会把两个乐方呢拆分成为四支队伍来进行比拼，只有一支可以进宫献艺。哇哦！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具体比拼的规则，为了支持本次竞演，每一轮都会有一位考核官，也就是我们的国风守护人负责出题，你们可以通过完成挑战、才艺比拼等等的方式为自己的队伍积攒声量值，最终声量值最高的队伍获胜，赢得本次国风音乐节的竞演。我们先找一下我们的队友，先找队友。我们的团名叫做仪表堂堂。哦呦，很响亮。后浪淘沙，杀！哎呀，哦，有气势，有气势。我们的这个队名叫什么？这边最厉害的队。
跟我的名字有一点点。哲边最厉害队，哲边最厉害，口音这么重的一个队名哈，哲边。哲边口音还挺重哈，其实我们的口号更厉害，有节奏啊，一二三四，这边这边这边最厉害，对，你们的口号就是把队名重复了一下，三二一，拖拉机司机队，强敌少年是绝配，看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一关的挑战，和音乐知识储备和反应力有关啊，叫做先声夺人。来到了我们的先声夺人的环节，这个环节的规则非常简单，四个队轮流上台抢答出符合主题要求的歌曲，如果接不上就要被喷气惩罚。第一轮你们要进行接唱的歌曲是，歌词里有亲戚的歌。妹妹坐船头，哥哥往上走。可以。夜夜泡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正确。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呀？你唱的哪个台的歌呀？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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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哎，谁吃的？这个其实是对的，亲爱的爸爸那个吗？对啊，主要他少唱一节，以为他是糊弄我们的。哇哦耶耶！啊？子爷爷，这歌原唱在这儿哦，爷爷，这么多年都听错了。那我跟你说，这有太多歌曲在唱爷爷了，这不能算，这不能算。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爷爷。谁还没做过几回这个？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等会儿，沙哥，亲戚，小妹妹是？你这是在路上遇到的吧？亲爱的小妹妹，你在路上碰到的？表亲呢？表亲、表妹，经常不来家。小宋唱我们就认了，你唱过不了关。站子一丈弓啊？谁呀？一丈一丈一。我盖着了，不行。一丈弓也不行啊。宝贝，你妈妈给你买了一辆二锅头。宝贝，你妈给你买了一辆二锅头。他这个宝贝应该是我，可能。这个歌如果放在我们关晓彤身上，还就合理，你知道吗？晓彤回去学学这歌。接下来题目是能够反映当代人生活现状的歌曲。这个更难了。我们先唱。来。吃掉压力，别熬夜，生气伤身体。熬夜可以。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太大。对。摇晃的红酒杯，爱喝酒，喝酒身体不好。哎呦，你太适合唱这歌了。我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学东西学不会，学不会，学废了，希望自己再聪明一点。戒了烟我不习惯戒烟。现代那林则徐那年代就有了。那是禁烟。死了都要爱，恋爱脑。聪明啊。哎呀，这解释来，又是酒的歌。不是了，丢掉书包，丢外套，记忆力不好，爱丢东西。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关系、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选择困难症。曲库，中华曲库。你把我灌醉，好劝酒。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射牛，刚认识你这人，点点头握个手，成哥们儿了，好朋友。解释的很好，射牛可以。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这什么阵呢、啊？莫名其妙阵。哇，您这段唱的挺好听的，但确实没啥意义。没病，随便唱。他肯定有意义。真的吗？先唱是不是？唱一首自己的歌，再找病。你玩够了没有？你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没有耐心。你唱我给你找我们圆沙哥圆回来，我给你圆。你穿着透明的衣服，你怎么了，小宋？你怎么了？一个游戏玩命是吗？你这都听了些什么歌啊？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这个，我你这。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过于乐观。我在仰望月亮之上，迷之自信。颈椎病吧，这是。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孤独和孤独症。再上。等待着花开，呜。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呜。就让我找着没？听着天堂的道理，不愿意明白，只有我，就是我，你快说呀！让你在那表演双簧呢？人家不是他演唱会，我没时间去。这一轮表现最好的是腾哥、花花、糖糖组。新来的队伍呢，希望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最爱歌单。接下来又到了两个乐方同台切磋技艺的时间了，让我们掌声有请糖糖和时代少年团丁程鑫、贺俊霖合作带来歌曲《彩虹节拍》。这一刻就是你的舞台，像这样慢。
说句是来模仿雨帅的姿态，拍拍手赶走一切风雨阴霾。像这样随性的摇摆，用最自信的编排，清醒光照射在舞台，让清风去喝彩。彩虹节拍，摇摆摇摆摇摆嗨，彩虹节拍，摇摆摇摆摇摆嗨。展现彩虹的色彩，拍拍手让乌云统统都走开。像这样随性的摇摆，用最自信的编排，清醒光照射在舞台，让清风去喝彩。彩虹节拍，摇摆摇摆摇摆嗨，彩虹节拍，摇摆摇摆啊嗨。谢谢三位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挑战。哎呀，接下来马上要进入的就是我们王牌对王牌经典的游戏环节——弹雨伞啊！考验的是大家的音乐储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弹雨伞的装置呢升级了，但是这个椅子好像没有升级啊。我们不是有顾家家具吗？赶紧把那个休息间的享无界沙发端过来。这款沙发呢是半开放式的自由躺位，无扶手设计，更显得空间宽敞。如果可以让我在享无界沙发上面躺着，雨伞我都可以不用。哎呀，做好准备啊，看看谁是第一组被淋的啊。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歌名是两个字的，花心。朋友，腾哥说对了，歌是花心啊。啊，请听歌。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沙哥，让梦划向我的心海。沙一哥给出的答案是让梦滑向你的心海。干嘛？你的干嘛？让梦滑向你的心海。最后答案是让梦滑向你的心海，是不是正确答案？都给我淋下。三，基本上是对的。二，一，请判定。你的心海肯定是。哦，错了。你的答案跟沙哥的一样啊，低和的。让梦划向我的心。我的不是，不是你的。听一下正确答案。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海。哇，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它是一个转音。你心海。哎呀，我唱半辈子了，都是唱的你的。确实，还好没抢。再来。醉了，师哥醉了。还行。再来，再放一首周老师的。好，继续接歌。这首歌又太熟悉了，田震老师的歌。山上的野花。来，请出歌。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可知道我在流泪。太
好让我走在哦这个我听过但我不记得词儿沙哥我这钮不好使了上来唱歌唱快点的小宋你说你会啊我这个会这个会你会他会他会他会没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九纵然是我耶耶让我流泪耶纵然是我伤痕累啊纵然是我黯然憔悴伤痕累累纵然使我黯然憔悴伤痕累累确定吗确定黯然憔悴确定吗确定确定张哥你觉得对不对我觉得小宋准备拿伞吧心碎吧那是不是三黯然等会儿黯然心二一请判定 Yes sir哇天哪不对吗纵然是我苍白憔悴苍白憔悴没事只淋了你一个人没事小宋的脸就是苍白的这边就是憔悴的接下来要让你们接的这段歌词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个用都是人人你我皆凡人来自于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强我记不到出歌像我这样流浪的人啊像我这样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小马组像我这样无畏的人你水吧世界上有多少人相信你好对了他们世界上还有多少人不是世界上还有没有人世界还有没有人世界上还有没有人世界上有多少人确认了确认三世界上还有多少人二一请判定你俩打上了伞就那么点儿来不及了哦这是伞哎呀你看我那你小宋你到那你刚才到那儿你咋不洗洗呢正好有水接下来张哥啊小赫尔咱们换一下小丁和杨迪来以我对你们这组目前的状况了解啊其实主要还是得看花花的发挥下次就直接先抢一路往下唱不确实花心咱说你报完名我就趴着给你拍的但你只能唱要接的那一句对啊你都不知道是哪句可以啊来下一个咱我们都不你说个名他就唱直接唱这样既然腾哥这么霸气我给你出一道你肯定会唱的歌好不好好你肯定会唱的歌男女的合唱好张学友张学友高慧君高慧君你最
珍贵。停，请唱出要接唱的那一句。就一直唱，你就一直唱，我肯定能唱到那句。不，规则是就唱那一句，就唱那一句，请唱出要接唱的那一句。快快快！我要送你红色玫瑰。玫瑰，咱先从头唱啊。我唱张学友啊。你会吧？我不会。你不会？嗯。OK， 那你听，那你听着，你不会你就听着。我会红色，送你红色玫瑰。我会红色玫瑰，都是病句。相对。我给你我的那份再美。两个呵呵王。再会真一点。他应该肯定还没有，还没停，还没停，还没停，继续。我不是退了的黑夜。下一句是，就到这儿了。下一句是，我的苍白憔悴。我愿意假装幸福，享受相随。我愿意，你最珍贵。就他了。给出判定，三。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好像他们是不是对了呢？一。要练了。这是什么？啊！打我看！啊！啊！那边！小松，过来，快！我扇子还掉了，没事，我还有这个，我还有塑料袋。没事吧？小宋，过来呀！哎，我没看到。沙哥运气挺好啊，拿的伞都是好伞。我保护你的时候，我拿啥保护你啊？我有几把，我自打玩这游戏，我拿过一把整伞没有？我拿什么保护你，小童？咱自己带了伞。哎呀！连着好几把了，我沙哥都是好伞，确实，那他可不保送你们，保送都保送，保送你，哥都能保送你。下一首歌，这首歌呢真的都会，歌名《路灯下的小姑娘》。亲爱的小妹妹，强姐，这个歌我要错一句词儿，那都正常的，我任您发配。拍了。吹个牛就拍了。花花，你不提醒啊？他说他一句都不带错。好，第一个字，就告诉第一个字，他不可能放一个字，一个字不放就给我拍的，不可能吧？路灯下的，这不是歌名吗？歌名第一个字啊，咱俩也对，第一个字黑。路灯下的小姑娘，只料在生生的脚趾夏天。是这个吗，大哥？这样，还是听歌一起抢，好不好？好，来，你们快抢，请出歌。抢！沙哥，唱啊！得，唱啊！唱啊！太打脸了！唱啊！太打脸了！
哦，不要不要哭泣，哦，不要不要哭泣，哦，在这深夜，让我带你带你回去。好像真是这句，真是这句。在这夜里还是在这深夜？在这深秋。深夜。在这深夜，在这深夜，让我带你带你回去。强姐，对不对？哦。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对，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刚不是确定了吗？改不改？刚没说确定。啊，没说确定。没说确定。改了。没说确定。没说确定。现在确定了。哇！这回不是好的了。正确答案就是你们的第一遍答案。强点。不能再玩了，强点全学会了。真是深夜啊。好，强姐好，直接抬走他们。行。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孤勇者》。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的寂寞绝望。节拍，我拍了，我拍了。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我一定会。他唱啊，拍拍拍拍。去吗？去吗？我哎，卡 bug 呀。来了来了来了！谁说站在光里的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冷静冷静！不是你们，是我们。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被羞辱。三、二、一，请判定。对了对了，已经。这还不对。好了，那这一轮最终的结果竟然是四对大平，各得几分？因为我们追上来了，恭喜恭喜恭喜！今天两大乐方以乐会友，那除了要比拼呢，还要一起同台切磋技艺，所以接下来有请花花和时代少年团刘耀文、严浩翔合作带来一首古风歌曲《绝爱进》。风里间刺向了我，绝
定，最开始的确定。你是心中唯一，说再见来不及，开不了口的惋惜，来不及。如今天各一方，就怕熄灭的烛火，飞蛾扑火不响。我是个圣爱将，将你爱的模样，全部通通都埋葬，冲出幻象。梦也该醒醒了吧，整天没亮，不愈合的伤，我欠你的一次都还清，我不赖账。这些眼泪跟时间，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哭，闭上心神的寂寞，害怕会有人替我爱护。昨次山水不相逢，你的我给的却不相同，这烈火不相容，看到苍穹不再是你的英雄。灵魂相接在天地之间，可什么还是一场惊觉，没有你的世界我无力承受，把情绝爱的最后，为了你我绝不最后，指尖缠绕的温柔，你要放弃怎么能够，故作一把锋利剑伤了我，在你身后无处可躲，绝爱模糊光阴距离，连世界都暂停，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你是心中唯一，说再见来不及，后悔又来不及，开不了口的惋惜，为了你，为了你，来不及。谈什么风花雪月，只想和你天涯一见，结局到曲终人散，黯然销魂，风在哽咽。他需要一个期限，逼他在纵然起眼，就当是一场历练，即使你又再露一面。就能从西北坚信带一些朋友去笑，来不多少他看着像的人群，难免会有点惆怅，像是你熟悉的衣装，陌生的地方，模糊的逆光，如今已变成了冰霜，满眼的心脏在那里慌。谢谢三位的精彩表演，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国风守护人，欢迎他。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浙派古琴第三代传承人徐君岳先生。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湖琴社徐君岳。徐老师刚刚为我们演奏的，很多观众都听出来了，是电影《英雄》里面的一首曲子。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曲子来演奏呢？电影《英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李连杰跟甄子丹在棋亭对决，需要有位盲人琴师。那么这位盲人琴师呢，是我父亲徐宽华。电影里面讲到，琴艺武功虽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追求大令牺牲，大象无形之意境。好。所以徐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一款琴有什么讲究？这场琴算是宋琴，宋琴，古琴是被称为活着的艺术。您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和机会啊，让这张穿越了千年的古琴和咱们这儿音乐人啊，来一个穿越时空的合作，您觉得怎么样？哎，大圣，我非常乐意。那我就跟华华。哎呀，来。
哇，好有韵味儿呀，你看看。哇，厉害厉害，谢谢谢谢，再次感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感谢感谢。古琴呢，确实是中国古风乐器当中非常知名的一款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高山流水，伯牙子期。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也要效仿古人，以琴会友，两队来一场音乐技艺的切磋。王牌对王牌，好，接下来到了真正亮出绝活的时候了啊！两大乐方正面的专业较量，首先是花满楼的王牌乐师花花。我给你提一个要求啊，现场加考验，你现场选几位的歌，把它串烧在一起，临时的表演出来。可以啊。花满楼乐坊实力果然可以。楼外楼有一位乐手啊，这位乐师叫小宋，去年呢也来了王牌对王牌，进行了一段音乐转世，一个和弦唱了好多首歌啊。今年我们要给小宋乐师也增加一点难度啊。小宋，这样你呢就把自己最近在听的歌现场临时编成一首串烧，直接演绎好不好？加油小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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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外楼就靠你了。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像云朵你也想靠近吧，直到你睫毛轻刷着我脸颊，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每个人天天在热闹，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
牵手，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献丑了，献丑了，很棒很棒，辛苦了辛苦了，哦厉害厉害，哇真的自然之唱，很棒，不错呀，而且他这个像现场现弄的。绕啊，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小松确实是这个陶喆歌粉丝，自己的偶像帮自己和声的感受怎么样？很美妙，很美妙。今天都遇上了，这样四手连弹一下怎么样？那我弹，然后你唱主唱，我帮你合音。好的，真的，相信我。来了，来了。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爱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I 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我们唱一首你们的歌吧。好，关于你小星星星滴滴答答，渐渐渐渐我怎能早都分工的心乱绵绵，欢喜的眼之间的试探尤为明显，渐渐渐渐你去冒险，受伤心令人眷恋，想融化在柔软的云间，想融化在我跟你说，哲哥其实一直是有关注你的，你知道吗？我其实有一次我看了小宋的一个，他发了，他 PO 了一个他自己在唱我的歌，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在准备一个演出吧，我看到我就特别的有能量，两个不同年代的人，可是我觉得可以交朋友，透过音乐，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这个珍惜的。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有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我其实也是我的演唱会当中用的一个耳机。哇，这么贵重啊！哇，当你在演出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这样挂着，可以吧？啊，哇，所以希望你会喜欢，小宋，我真的太感动了，希望你会喜欢，来来来。今天呢，既然两大乐方的乐师都在展现自己的技艺了，我想临时给糖糖增加一个挑战，因为之前我在一个节目里看到他竟然用那种极快语速像 rap 一样的方式在介绍自己，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想象。我从来不觉得他是能说出这样话来的人。你今天敢不敢现场挑战一下绕口令说唱，试一下？不敢。临时就试一下，拼了！你怕？准备好了要上了。对，你们俩，哎，这样你们俩一起合作着来。走，合作着。一起。我这跟你不是一个风格，我这个是我们西海岸。什么？我玩的就是西海岸。西海岸。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就让你的膝盖烂。弟弟们，明白明白明白，知道我唱完哪句，你们就在后面给我哼哼那个。哎，不是不是，那我这边没有吗？你也没请人家啊，一边四个，一边四个，一边四个，行，啊，好，行，OK。这，我们就这样。这样。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要绑在板凳上。不错不错，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他说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拉着五斤塔嘛，又从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背着个大喇叭。南边提拉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的喇叭的大喇叭。大喇叭。我不要那个鼓点啊，你们就是鼓点，好吧？真是的。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喇嘛，非要换别人的喇叭，哑巴的喇叭，喇叭，那是塔嘛，连他是超塔嘛一喇叭，喇叭，南边提着个喇叭，别喇叭一喇叭，喇叭，喇叭，谢谢。为什么要骗我们的钱？退票。接下来要换一种挑战方式了。这一关呢，除了比拼音乐技巧，我们还要比比各位的天资。众所周知啊，唱歌是非常考验气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一口气念歌词的挑战，中间是不可以呼吸的，也不能换气，看看谁的气息是又长又稳。请腾哥挑战一下。挑战的歌词是手扶拖拉机司机。什么？一口气挑战，三二一，深吸，开始。你别周过去了，我来作证一下。姐，你放这个鼻孔，他放那个鼻孔。看你换气，把手指塞进去，听了就行了。他一换气就能听出来。等会儿没吸好。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快车，路过西伯利亚的河，我越过是花落起时的森林，来到梦幻后克里姆林宫，来自克林可乐的牛仔，我有一把吉他，卡洛琼斯加加林的火箭还在天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科宾斯基的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多拉斯基司机，伊万彼得罗维奇司机，巴布罗夫基，塔斯诺夫和丹里克，他拉，好啊，啊，我把人生喘气了，葫芦娃，张着嘴呼吸呢。可娃，哎，这个，哎，我作证啊，真的没有，真的没换气，没换气，没换气，兄弟，是没换气，也没声儿了。那我说了好长啊，后面是关静音了吗？到哪个娃的时候就没娃了，就啥都没了。确实真没换气，真没换气，真没换气。腾哥129个，哎呀，哎呀，129个字。小童，啊。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放松笔，放松笔。哎，这是干嘛？沙哥说这样能团一口气在这儿。然后呢？然后攒住。是这样攒气还是侧着攒气啊？你不行你就这样，你这不行你就这样。这样把咱那气给它卷起来。这真好使吗？好使好使。我咋觉得不像真事儿呢？好使好使。小童要挑战的歌词是《将进酒》。来，三二一，深吸一口气，挑战开始。从哪儿来？从这个头来呀。从哪儿来？你倒着来怎么样？不是，从北京来。我知道从哪儿来。这个也不用，直接从正文开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镜子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才几句啊！你都对不起你自己，趴那儿那么长时间。亏了人家游击没上来，这要上一台，我都不知道咋下去了。游击刚上来都不够捋线的时间，可不咋的。我觉得是趴那太长时间。
时间了，有点堵住了吧？那个气口。这样这样，这轮成绩我就不报了，完事儿了啊。接下来两队各派一位来进行终极对决，小马和花花。小马要读的歌词是叉烧包。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炉的？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炉的？叉烧包还有那莲蓉包、猪肉包、玉烧玉薯包、豆沙包、应有尽有。广东包，假设你说你不爱吃广东包，还有那各式各样的上海包，让我来告诉你，有生煎馒头、大肉包、小笼馒头、菜肉包，讨厌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哪一样？广东包、上海包、广东包、上海包、包的广东包。有一些人他们爱吃广东包，有些人他们爱吃上海包。朋友啊，到底爱吃广东包啊、上海包啊、广东包啊、上海包？我最爱吃叉烧包。朋友，好朋友，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哪一样？广东包啊、上海包啊、广东包啊、上海包、广东包。有些人那么爱吃广东包，有些人那么爱吃上海包。朋友啊，到底是爱吃广东包、上海包？广东包、上海包，我最爱吃叉烧包。说完了，念完了，念完了。小马271个字。哇，好厉害！目前小马是全场最高分271个字，但是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被称作铁肺小王子了，花花。挑战的歌词是好，来了来了，嗯，加油加油。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是河南省嘛，我们人站在太阳下，46666快要飞过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下下来，开始变成结束四十天的折磨，荒漠已经变成了绿洲，在口下有一个大树，哗啦啦有一个苹果，脚下一股我就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哗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雨在过去，哗啦啦，滴入我的心，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说我跟我只会妄想，哗啦啦，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挤在公交下个沙丁鱼，下班每天都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都闲着无奈，爸爸彼此没有爱。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去逃避？哗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雨在过去，哗啦啦，滴入我的心。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面，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听着雨滴答滴答滴答啦，哗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雨在过去，哗啦啦，滴入我的心，哗啦啦。啊！这个厉害厉害。这一轮花花440个字，400多字啊！你刚刚一口气读了一篇我的高考作文啊！这个是应该今天最高的，对不对？最高的，哇，厉害厉害！哎，你那么小个身板，怎么那么大个肺呢？我不会了。本轮获胜的是仪表堂堂组。耶！今天几位老师的精彩表演让人意犹未尽，古老的乐器在老师们的手里焕发了新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古典及新潮。那接下来时代少年团马嘉祺、小宋和张真源将和老师们一起共同带来一个国风合作舞台《精卫》。期待所有的爱，为什么不明白？说的话为什么不记得？为什么不记得？被生命绽放在盛开。你与我闲谈养心殿，后白玻璃悬，闲暇问几言，就读几遍书。在大海，赐我的爱。
时代的对手，想给我一巴掌，反正我没劝退，梦里都是假象，我只是太想要分爱。想要分爱，我只是太想被好好对待，但是呢我心中的意义，难道我身上贴着过去过去，可是呢我心中的海填满不回来回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在这儿也要特别感谢来自24霁乐国风民乐团的各位老师们，真的是让人大饱耳福，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国乐，爱上国潮。正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知音。这轮会给你们彼此之间的身份牌，你会知道坐在你对面的五个人当中谁是你那唯一的知音。我会向你们提出关于知音的问题，你们需要在不透露自己知音是谁的情况下说出真实情况。最后呢，你们将会给出另外四组知音的答案，谁答对的多谁就拿分多。哦，好，要符合实际情况哈，不要过度的丑化对方。那就这样，顺着杨迪举的这个例子，第一题我们就回答，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知音的特征。哦，这样吧，从糖糖开始。没我好看。没你好看。这范围也挺大呀。别只看着我，你们也不咋地。我看那个方向而已。陶喆哥马上看上我。没，你是最容易看得到的，最容易看得到。最容易看到，我俩对视到了刚才。对，不好意思啊。杨迪，他的长相人间罕见。哇，你不会自己一会儿吧？怎么干嘛、啊？说的好像珍奇异兽一样，自己去悟。恒哥比杨迪强。陶喆哥，眼神非常的迷人。眼神迷人，这一下就把我暴露了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大哥。接下来耀文，特别帅，特别帅，特别帅，你们不会玩我吧？恒哥都快飘了，你们再这样。你为什么这么自信呢？小童，充满童真，很可爱。恒哥先排除在外，童真早没了。小童可能是跟恒哥是一组。你说出道理来。这句话看似形容的是一个年轻人，但我觉得腾哥在小童的眼里宛如一位少年。夸过了是吧？夸过了。确实啊。小宋，你知音的特征？非常有魅力。非常有魅力。魅力这个华强，大帅哥，超级大帅哥。男的，你连性别都给出来了，超级大帅哥，大帅哥，大帅哥，大帅哥。我觉得，谁？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天天自称大帅哥，刘耀文。最喜欢说我帅帅。也没有，也没有。然后想说大帅哥跟刘耀文肯定能对上，因为刘耀文形容对方是特别帅，两个人肤浅的要命。特别帅，大帅哥，肯定就是互。对内互夸。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个问题啊，请预测并且描述一下你的知音在20年后他的事业运会如何。
20年后，腾哥来形容一下。20年后，他的事业登峰造极。哎呦，天哪！哇，腾哥的知音是他不好意思开玩笑的人。如果是我，你觉得能登峰造极？要不然来，肯定一帆风顺，顺顺利利的。没有让你在这写明信片。没有，祝你一帆风顺，朋友。这种有点模棱两可的挺好。飞黄腾达，这个感觉能形容每一个人，无所不能，扶摇直上。孩子越来越虚了，宛如昨日。整这些模棱两可的不行啊，有点模棱两可的挺好。哎，那我觉得糖糖可能跟迪哥是一组。迪哥形容糖糖宛如昨日，嗯，有一种在形容一位女子，祝福她20年后永远美丽年轻。那个词儿叫什么？冻龄。对，冻龄女神。上一轮糖糖形容的是没我好看，其实腾哥我一开始写的是你，后来发现哦，原来是只能写对面，我就改了，不是腾哥就是我呗，没我好看这词儿。咱们只有外貌。小锤哥，你知音20年后的事业运？20年，我认为对于华语音乐会有很多的贡献。腾哥和唐嫣姐先排除了。华语音乐20年之后，我说不定我磨出来了。我说不定我磨出来了。你别磨华语乐坛了行不？华语乐坛这个信息太有效了哈。我唯一勾的一对就是哲哥跟唐嫣，看来我错了。那你现在打算改成谁？花花啊。呀，我不会得罪小宋了吧？他俩，我觉得小宋、花花都有可能。哎，现在这水断的。来，花花开始形容。感觉会成为一代传奇。这我想认下来了。这个对，我觉得没毛病。你觉得是谁？我都还在算呢。20年之后，香姐，香姐，你知音20年后会怎样？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去转行做生意，也有可能奔着那老艺术家的方向前进。你这知音本身岁数已不小了哈。你看，就这小孩小宋，他不是也20多了吗？他要是40的话，不是也奔着老艺术家方向前进吗？小宋，你从小宋哪儿看出他做生意的那个天赋来了？那不一定是他呀。那谁呀？那不能说呀。我还没老糊涂呢。小童，希望他可以依旧有创造力，有可塑性。可塑性，那就是说的是演员。演员，可塑性。而且塑造角色的那个能力还一般。小龙，你的知音靠啥在圈内吃饭呀？靠老天赏了副好皮囊。不会是？哎，我沙师哥呢？小宋啊，以后啊可得好好演戏。问问题已经问完了，别的也不多分析了，因为万一多分析了也容易暴露自己，对不对？咱们所有人写下自己内心的判断，除了你这组之外，另外的四组知音分别是谁？写下来。来，统一亮题板，答对多少组就拿多少分啊！这都那是啥？真的是啥？小童感觉做了一道数学公式啊！好了，咱们公布一下本轮最后的正确答案。腾哥的知音小童。花花的知音蒋姐，糖糖的知音杨迪，小宋的知音陶喆哥，
浩翔和耀文也是一对知音，很明显。满分，拿满分，满分，全猜错了。第二轮，换一种方式啊，请用一个动物来形容知音的特点。哎呀妈呀，这难度上来了。这个动物非常的长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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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龟吗？鹤，鹤，你这个鹤是形容词还是语气词啊？鹤，鹤，这是个姓吗？哦，鹤啊，啊，那就报我名呗。强姐，八哥，八哥，嗯，八哥是话很多的意思，话贼多那种，嘴有点碎呀、啊，那个，嘴碎，就那种黑色的八哥，是你吧，腾哥？小马，我觉得那个土拨鼠，土拨鼠。土拨鼠有个什么特质来着？哦，那是牙象吧？我啃啃啃啃啃，我不是你的鹤吗？土拨鼠的眼睛也很大。糖糖，它像什么动物？它像河马。河马。那腾哥像不是河马，我觉得他形容的是皮肤好了，在水里泡着。花花，我这个像小兔子。小兔子，小兔子是牙吗？可爱，不会是鹤吧？你啊，我像小兔子，你跟我开玩笑。张哥觉得他就是小兔子。不会是迷惑？小鹤，猫，猫，猫，比较霸气的猫，比较霸气的猫。谁是那只霸气的猫？沙哥呗。哦，对，沙哥说鹤，鹤，哦，像萨摩耶。萨摩耶就挺看起来挺温顺的。那你形容温顺为什么还非得用一只狗呢？他要用动物形容，那也比大哥和河马是不是？哎呦呦，你这么说，你这么说，强姐这孩子。小弟形容一下。怎么说，像树懒。但我没想到你身上沾动物特性这么多。河马、树懒、黑八，还得是黑八哥，八哥里面最磕碜的那个。好，到腾哥形容了，像牛。牛，还有就人家就是牛、哦、不敢再说别的了，这是个形容词。好，最后一轮问题了。这轮的问题是，你的知音如果不干本行的话，你觉得他适合干什么？ model。 强姐形容一下。那个公共关系经理。公共关系经理。好，糖糖可以做任何行业。万金油。哟，那我师哥呀。我哪儿？好，小彤他适合干什么？适合适合来王牌的游戏组当 PD。 为啥呢？是个人就能干是吧？是因为他就很懂，就是游戏组想要什么。哦，这个人很会玩综艺游戏。好，小丁他适合干什么？烤羊肉串。烤串这我得认领一下。我时不时的就得烤一次。来来来，对。小马他适合干什么？开舞社。开舞社是你。唱歌。
可以做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设计师，设计师。腾哥他适合干什么？开酒吧。这样啊，我就直接公布答案。第一组知音，沙哥的知音，请起立。鹤，他像河马。对了，小丁，就是我。那个土拨鼠像树懒。小鹤的小兔子比较霸气的猫。这又错了，又错了，这是好吗？小童。我张哥。那最后一组就是腾哥和强姐啊。来，游戏结束，请所有人来到台上。我们泱泱华夏呀，自古以来就是乐舞一体，接下来我们就要在美丽的舞蹈当中感受国风之美。有请出本轮的国风守护人，拍时刻。谢谢，让我们欢迎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国家一级演员朱洁静老师。欢迎。哇，朱老师刚刚那段舞蹈是复刻了宋画《簪花图》当中的那个侍女的形象是吗？您给我们说说这段舞。其实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后喜欢国风，我觉得真正的国风是能够用舞蹈的方式让我们去走进一段历史，然后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人文风采。就像刚才其实是一幅宋画，它是当然是静止的，但是用我们的肢体语言可以让800年前的这样一个静止的画面能够让它活起来，让它动起来。哎，你们有没有刷到过朱老师在网上一段就是摆脱地心引力那个绕圈圈的？哦，这样咱们现场开开眼。哎呦，我邀请了一个我的搭档，他是浙江歌舞剧院舞剧团的副团长。哇，各位老师好。然后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地心引力的动作。对，来开始啊。接着就把核心收紧，然后呢，男生抓着女生的脖子，然后呢，把人放在他的膝盖窝。这还能说话呢你啊。然后呢，起来一只脚。啊。然后呢？哇。太夸张了，这个！我的妈呀！就是这样。哎呀！悬空了。哇！头是离地的。离地的，离地的。就感觉没有支点，太吓人了。这不难，都能做，不难。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其实我还有一个也很简单，就有一个。哇哇哇！太美了！哇！哦哦！师哥，可拉倒吧！不，你躺我膝窝这儿来试试。就你那老腿能禁得住我吗？该折了，腾哥。要不我就脸着地，要不就你就小腿骨折。这个我想跟团长，你试试。下一个团长的腰还要呢。
我天，报警啊！把这个沙哥要把他抱起来，知道吗？辛苦了，没有，老师非常好，美轮美奂。不是，人团长刚才抱朱老师的时候一点没喘气儿，抱你现在呵斥呵斥的，何止，我躺在团长怀里，团长都已经走了，激动的啊。现场啊，有几个非常愿意学习的少年啊。我知道他们武功都很厉害，对，教他们一些这个动作，啊，也让他们未来在舞蹈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宽广，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一起，我们一起来，来吧。其实可以教大家一些中国古典舞的声韵，然后声韵里面呢有很多很好玩的名字，就比如说第一个动作就叫青龙探掌，哇，想象自己在云上以后就幻化成一条青龙。然后到背身以后，一条龙爪，两条龙爪，从自己的火，一条龙爪，两条龙爪，从自己的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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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就是，你看他身体会有一个，就是古典舞的那个声韵，就像在云上面翻腾一样。然后我们就跟着音乐就来一遍吧，大家都学得很快。呼吸，云剑转腰，青龙探掌。谢谢。刚刚我们也在聊，就是看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古典舞啊等等啊，就是它经常有一个转的动作，但是就是怎么转也不晕，啊，是有什么小技巧？古典舞里面其实讲究，如果从技术角度就是留头，留头，还有一个字儿，别留头，别留，甩头。甩头，对，其实就是留头和甩头。留头就是看转的时候你把头留住，对吧？我要转，头不能转哦，留，然后但是我要继续转的时候呢，甩头，等于说头最晚一个走，头第一个到。哦。比如说平着，就转。哎呦，哦，一点不晕吗？不晕。接下来的一个挑战就会和这个留头甩头有关系，所以大家掌握一下这个技能。接下来进入旋转挑战，我会站在两个圆圈的中心点，手里拿一杯水，在规定的圆圈范围内转完十圈，来拿我手中的那杯水，然后泼向你的对手。第一组对阵双方，糖糖，我选你。那选我，你就直接让我喝了得了，喝我个，就选我。留头甩头，真的要留头甩头。哎，我们转几圈呀，傻哥？咱们都八圈，咱们两个都八圈。我也八圈啊。八圈可以，来旋转挑战，三二一，开始。哦，糖糖其实很快，傻哥有点妖娆了。你光在那留头有什么用呢？大哥，走。哎，等会儿，哎呦，太晕了，往哪儿走啊？小童任选一个对手。哎呦，就这身子骨选我吧。哎呀，哇！哥这身体条件你也知道，哥这六圈行不行？
那我八圈。你十圈，那我还减吗？我先往下减啥呀？咱俩把这干了吧。来，旋转挑战，开始。一，开始。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说360算一圈的话，您只转了两圈。怎么转圈？怎么还算360才算一圈了呢？还你这数的可比转的快多了。你是一蹦就算一圈？我刚才转老快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转太快了。是转得快，脑子转得特别快。等，小童，再选一个对手。我选我的谁搭档。好，花花，花花。那我可以八圈吗？我的意思是，你八圈，那我十圈嘛。我五圈嘛。你们俩确实也没有像腾哥那么大的年龄差，你们俩数字必须统一。八圈，来吧来吧，来，旋转挑战，开始。二三四五六，哎呀呀呀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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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事吧，哥哥？哥哥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我不是晕倒的，我真的被他。但是我好痛快呀，刚那一下。等很久了吧你？接下来谁来？强姐。强姐是跟谁？腾哥，腾哥，来来 来，那个你俩一人两圈，你俩这样，一人半圈行不行？一人半圈，还是我们是老年组，能不能找好这半圈？行吗，强姐？行行行，咱俩几圈啊？您说，三圈。强姐，我不让着您啊。啊？来，三圈，三二一，开始。开始，一、二、三，走你！走你！今儿晚最结实的一回，走你！没打出来多少吧？还在嘴里呢。没打出来多少，喝的比较多。太牛了！我转那么快，没撞过。开始。1 2 3 1 2 3 4 5 6 7 8。强姐到现在笑声没停过。太吵了，放过我。下一个耀儿来，张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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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哦！几圈啊？那就十五圈。十五圈，十五圈啊！准备好，安全第一啊！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张哥呢？我张哥呢？张哥呢？我张哥呢？我张哥人呢？我张哥在，我。花了。我这个步伐完全不是我控制的，我根本看不到人了，现在真的，真的晕，刚才我都晕得不行，他俩还快，张哥差点转回了休息间。下一个要出来比的是，
我想挑战一下老师。没错，哎，他要挑战朱洁静。选我吗？好，来吧。小贺向老师发起了终极挑战，能成功吗？直拳开始，一、二、三、四、五、六，哇，老师好稳，七、八、九、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三、哇、十四，哇，哎呀呀呀呀，慢点慢点。老师，请。啊，怎么办？要半跳啊！慢慢慢慢的低，慢慢。什么？感谢老师不杀之恩，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勇气可嘉，不容易。谢谢，再次谢谢朱洁静老师来到王牌对王牌，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小童和著名青年舞蹈家演员张傲月为我们合作带来一支灵感源自敦煌壁画的国风舞蹈《飞天》。感谢小童带来的精彩表演。在这样一段唯美的飞天乐舞之后啊，我们马上也迎来本次国风音乐节的最终验证环节。综合各个环节的得分，四支队伍当中已经诞生了一支可以进攻献艺的队伍了，他们是腾歌组。耶耶，这是属于你们的礼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根据不同年代出土的国宝制作的文创盲盒。哎呦，什么编钟？哎呦，我喜欢编钟。这是根据五代彩绘散乐图浮雕制作的女子乐俑。哎呀，这是有着汉代第一俑之称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哎呦，
无论是我们的国宝文物也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好，它就像一个又一个盲盒一样，等待着我们在今天将它打开，然后用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方式去传承，去发扬光大，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迎来一个更加辉煌的大时代。最后，让我们掌声有请时代少年团带来歌曲《大时代》。向外走，向内看，大步向前，我的时代无聊的大人小孩固执着死心活该。漫长岁月逼我长大，难道还感谢吗？纷乱之中紧紧守护，一夜成长自我，意气风发去勇敢，在夕阳里绽放烟火，流言扎破。You're ready for the fight， 背负凌波，破茧发力，去搞清楚我要什么。灿烂银河，炙热的家里，看我手上线突破，并肩的光，改变规则。大时代远播的美梦一场，假面我却又模糊铭心刻骨的成长。大时代佩戴重生的徽章，绝望一次那又能怎样，大不了从头活一场。你要快乐自己带头，整容点缀伤痛，我选择了自己喜欢，怎么会放弃呢？小时候吹过的牛，长大以后对心探索，不幸运时间将我努力开花结果，想来全都让大伞汇合，去做一做一我制定下规则，女儿的野心不再是过去的我， Kill that type 不软弱，一开始就看到了胜利，保持加速度 You can't stop me， 不论对路是比偶然，命运都攥在我手里，改变规则，强大的我，我就是我。那时代远播的美梦一场，假面我却又模糊铭心刻骨的成长。那时代佩戴重生的徽章，就这一次掌控主场，放肆体验是不可挡。向外走，向内看，大步向前，我的时代去创造我的时代，去未来我的时代。不让的大人，固执的小孩，一起来陷入疯狂，承诺和麻木在这里无限释放。有这时代，有我最好的时代。上面我始终模糊铭心刻骨的成长，那时代佩戴重生的徽章，就这一次掌控主场，放肆体验是不可挡。向外走，向内看，大步向前，我的时代无聊的大人小孩固执着死心不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航海旅程了，出海！时空缓缓缓，分割的画面轮回转转转，有一样的心。吹大风吹，大风吹，一起吹，唱好唱谁好？哦，是宁可不看我也看向远方。
昨天呢就叫我甜心，哎，啊，今天就叫我毛驴。今天管我叫毛驴，没有这个，他加的是内心的潜台词。哇，他这个好宽泛呐，没句话，真的有内涵，有内涵。本期我们将联合微博独家发起王牌对王牌家族好友料活动，每期结合今天主题开启你征集、世界二创、游戏互动等多种玩法，完成任务可以解锁定制卡牌，还有机会被王牌家族翻牌哦。我大哥了。